真刀。好，唔該曬。我話你俾個 strong 10月25日是你生日吗？对对对。OK，说。我也是验小便先吗？对啊，验个小便。哦，我忘了让开。你不用让，因为我是病人吗？那我想问。 我现在还要量血压吗？我现在跑了这么气喘吁吁。等一会休息一会儿。休息一会儿啊。嗯。大概休息多长时间？不是，你血压一直没有高血压。啊，对，没有啊。高血压没问题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就是留个小便好了，因为您肾不好，要留个小便。嗯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这是保险是安顿你的，谢谢。谢谢啊。谢谢。你好啊，张医生。 啊，今天周末你还在忙呢？今天干嘛去？今天是一日一电影，啊，我就专门来啊采访你们一下。